他来咬我了。对啊，他又走掉了。谁又走掉？谁又来咬你啊？哪个人？我觉得这蛮恶龙挺傲娇的耶。所以玩弓箭一定要喝抢走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射一箭就是体力会耗呢。嗯，我玩一下会比较好啦。到底要怎么用啊？哇！哦，嗯，吃饭吃饭。哎，我到底是卡到哪里了？你现在要干嘛啦？没有，蛮恶龙冲来打我了。那有大便吗？他已经可以丢大便了吗？我叫他留大便起来啊，有大便一定要捡啊。只是我那时候叫他整理包包的时候，是先把大便放进去。哦，我是看说路上有没有捡到大便呢、啊？如何？啊？嗯。Yes. 我快被毒死了！我们不是有叫你放解毒水在身上？有啊，来不及喝。蓝恶龙还在追你。对啊，我刚才打他啊，结果我的血直接被毒掉一半。等一下，是你主动打他，还是他打你？他来咬我。已经完全忘记怎么跳上去了。可是我怎么记得是你放解放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跳啊？可是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也没跳啊。我去打大熊豺狼试试看。好，我直接回去。我已经完全忘记了。你接了吗？等一下，类别古代龙人，你在哪儿呀？哦，肥料快过期了，我肥料过期呀、啊！我重弄了，哇，重新累积了，还是我们打血鸟跟烧鸟？血鸟、烧鸟，打凶柴吧。哦，凶柴比较好。他在古代树森林，另一个是在斗技场。哦，斗技场也是，可是斗技场不能拿我想要的武器啊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是活动里面他是在特殊斗技场。哦，也是可以啦。那我解掉什么？我要重用了。来，好的。可是他这两只比较不好跳，那太瘦了吗？是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想想看。忘记怎么跳上去了。还是要等那个充能满，
闪光哦，闪光哦！啊！我来把酒。哦哦，会了，是一样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吧？要先冲好那个，对，好像那个条要补满之后。第一，斧头里面的条是它的能量嘛，嗯，然后斧头外圈还会有一个框，那个框也要满。哦，了解。框要满之后直接戳它就跳上去了。机会区域不是我的啊，酱油的，而且没开放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了解。烧掉死了！你带龙人啦！哦。哎呦！哎呀！哎！那怎么快速累积啊？就一直躲剑吗？啊？变成剑形态之后，我是有右键啊，搭配右键打啊。Slow 啊、，OK， 这样大部分的招式应该都学起来，就回想起来了。你好了吗？我们打完一轮了、欸。他，我现在在剧情啊，我在找古代龙人。找到了哈。嗯。对啊，我现在进剧情了。说实话，有没有找到我不知道，但是这里的风景还蛮漂亮的。哦。很激到这里就没了呢，好像有什么过来了。我是要打这只龙吗？会飞的只？这近期还没看、啊。红色的啦。火龙。哦，对啊。哇。蚊子啊，蚊子。可以教你玩片手剑吗？白痴哦。你是白痴哦。干片手剑还是你教我玩的，好，还教你玩片手剑。可以教我玩片手剑吗、欸？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火龙好帅啊！哎、欸，他没打过紫火吗？紫火还没，紫火要后面二周目的哦。那算阴火了吧？就压走了。没有啊，紫火不会在主线不是吗？紫火没有在主线啊，都阴火啊。对啊。紫火都是我们要打，都是只、就是额外在打的，额外去打。嗯。哇，动画做的好好啊！我的人物是哑巴、啊，话都不会讲，跟 GTA 一样啊？怎么了吗？是的，很多游戏的角色都是这样啊，不是吗？主角都不会讲话。嗯，要睡觉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应该这个任务打完就关台了。好。他是古代龙人，我以为是一颗大香菇。他。啊，他哎，刚刚远看真的很像一颗香菇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居然是人。他只是拿着穿着一件衣服而已。他只是在伪装，好吗？伪装成一颗香菇。追加火龙为生，我要打火龙了。好啊。对这游戏唯一的印象，实验 YK 的杰克。好久了。受不了。肉定石水虫啊，你要打没发出救难信号？我看一下。
发出救难信号在。也不用发，你也不用发，你也不用发。不能发。对，你能接的话，我们自己会进去；你发的话，会有路人进来送头。可我进不去了，就还没啦。哦。真会有路人进来送头、哦？会啊。嗯。他可能想来帮你，就他自己送头。哦，可能想帮你，结果我没想到。或者他自己有这个。帮不了。想帮你，结果帮不了，反而把自己弄死了。你赶快去找火龙啊！我在找了，我在找了。你闪光灯要先放好，不然你每次走到一个定点啊，它又飞走了。嗯。闪光弹。闪光弹。之后。可是。这时候要开始把闪光灯放身上了，所以你等一下整理包包的时候要放一些进去。哦，我想说，我身上没有闪光弹。对他这样，你是不是还没买什么力量之护肤跟？他有钱买吗？没有哎、欸。等他进上位就差不多一定要买了、啊，就刷那个巨甲虫。上位巨甲虫。嗯。闪光的护肤那要多少钱啊？力量之护肤啊！你两个搞错，力量之护肤。我刚刚两个护肤在想着闪光弹呢、啊。哇！力量之护肤跟守护之护肤、哦，一共六万块。OK， 买不起。我然后你要买两个。火龙在下面。叫狗好生气哦！他现在说讲了又不听，哦，气死气死！气气气气气气气！有问号哎、欸！嗯，气气气气！哦，气气气气！这个主人哦，哦，气气气！真是傻，气气气气气！这主人真是聪明。你快啦！我再快了，我再快了。我要追到他了！不行啊，我要追到他了！我真的要追到他了！你在个定点等他比较快啦，我觉得啦。不追，不用追他，是不是？你追得到就追啊，追不到你就在个定点等他。嗯，不然之前帮一个人打，我叫他先不要等我到，直接射他，不停。嗯，啊，等你到，然后那个就飞走了。对啊，我就直接在原地等啊！我说你不是追得到，你看我等到了吧？追到了没？或是你路上捡个石头，直接丢到他身上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这里上去就可以看到他了。不是，他会飞走了。他有刺。我看到他一直在这里提升血量哎。你赶快。好。他很爱乱飞。嗯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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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猫之一订阅。打角龙跟火龙打完才有复活，差不多啊。哎呦。这样飞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跟你讲了啊。好，吃广告，飞到也大概要五分钟了。他停到一个叉叉那里耶。他就是往叉叉的地方飞。嗯。他现在停在那里，我要等下一个叉叉吗？你要再追吗？我不要追了。我已经试过了，你从他起飞跑到他下一个区域，他又飞走了。要么你有闪光弹、欸，你不要干嘛？他要来我这里，他要来我这里。对，那我就这边等他。就像刚刚铲爪绕、啊、了一圈，又回到自己家了。嗯哼哼。我要怎么从这边上去啊？啊，你不是说到你那边，你是个乱跑？没有，他要到我这边的上面，我现在在这边的下面。有，他到了，他到了！赶快打他！射不到，丢石头嘞！
等他下来，他一定下得来啊。哎呦，哦，他又跑了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去看你的台。啊、哦！白痴哦。啊，他又。嗯，所以现在是怎你总在这边等啊、哦、我觉得我先关台好了。好，你先去吧。飞在我上面啊，我刚刚在我的那个位置啊，然后他来我这里磨爪就走了。你不要跟着导虫走啊！那你打他。等一下，我先上去。这个导虫怎么会带我走到别边去、啊？你怎么知道他在睡觉啊？因为他的那个头上冒出恐龙，那是吃东西，他肚子饿。哦，他在哪里啊？你光虫都不捡哦？哎，我没注意到。我不是跟你讲说你在路上都要捡右键？先让他找到龙吧。哎，我看他位置在这边呢、啊，什么？还可以继续往上绕，这棵树很大、哦、很高。你吃久一点。上面你去哪里啦？上面。不是这边，明明就有导虫在导你。我在跑了。真的是不理导航的人。哇。加油，加油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还是你要出来再进来啊？我射他了。哎、欸，哇，太痛了吧！那出来再进去，应该我们就可以去帮忙了吧？对啊，都是进不去啊。你还是任务中归来吧，你要猫了。出来吧你。哎、欸，我被毒死哎、欸。出来吧你！啊，打我一下！你出来吧你！好吧，为什么这么痛呀？没吃饭啊？你有吃饭？我有吃啊。装备还没起来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我等一下看你装备，应该是落火吧？好吧。落火啊，失误，负失误。你那套衣服很怕热。越风飘怕火，懂吗？很合理啊！你看你那么毛，哦，有道理耶。那我不就要做别的装备去打呢？哎，亏你们能平心静气的等酱油。谁？你说他们？没有，我默的。默默的说啊，我你觉得我刚刚的口气很平心静气吗？我已经很努力压抑自我的情绪了、欸，我怎样？我怎样？你说？起啊，哎，刚软头，麦你。不是啊，我都已经跟你讲了啊。我来了。我都已经用讲的喽，还没用拳头哦。我错了。怎么样？好吧，接任务啊！哎、欸，我不用先做装备吗？你要做什么装备啊？我们要帮你撵过去了，对啊，帮、哦、你欺负他、欸，你就躲好就好了，你就躲好就好了。啊，他是哎、欸，他是打我，我还会中毒哦。他的尾巴有，他的爪子有毒。那他爪子，尾巴是好像是母的吧？对啦，失火的。我怎么有两个啊？两个什么啦？一个角龙，一个火龙，那、啊、你两个都要打，这就打护身符的东西啊。先火龙。好，我接火龙了，接了。都没在听啊你。有啦，有在听。吸收的比较慢。那你问一大堆又吸收慢，欠骂。问一大堆，你想说遇到再问，遇到再问，很好奇嘛。
准备中。但那边弓箭很帅，你看帅什么？被打了吧？骗手不拿，然后盾牌可以挡，不拿。我要撑住。帅吗？他说你很那个，那弓箭很帅吗？先刷到那个吧，烂灰的。烂灰的。那几把弓再出来吧。他现在也不能刷吧？也不能，跟古龙全部结束。啊！现在是贝西出来要找你们帮忙刷、啊。没有一场就好，那打一场，一场几倍一场过就可以了。哥，哎、欸，我只能拿一样东西。他一场就全部东西了、欸？不是不是，那个腾龙砖好像是普倍就可以了吧？对啊，几倍好像是拿外观。哦，外观的话就还好，那所以他现在是直接就可以拿打了吗？你就自由任务打到普倍。哦，好，之后有空我会找时间去刷。那几倍是打外观，那外观的话，我不急就其实还好。嗯，不过打几倍真的很刺激啊。欸、好，我在这边等了，不走了。找到了。沿路采足迹。跟鸟鸟，我抓。它在上面。